液态金属电池，你可能没有听过，但它就可能会对人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要问你啊，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病毒入侵、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全球变暖，还是小行星撞击？最后一个可以把它踢掉，因为呢实在不属于咱们可控范围之内。但前面几个是捆绑在一起的，能源结构造成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而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又激活了病毒传染，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死胡同面前。很明显啊，要想走出这个死胡同呢，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和太阳能。但是很不巧啊，烧煤我们可以控制，有风没风、晴天下雨、白天黑夜，我们怎么控制啊？在它能够发电的时候我们用不上，在我们需要用电的时候它指望不上。这就是目前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最大尴尬了。谁要是解决了这个尴尬，谁就会对人类接下来的发展做出极大的影响，不是吗？看起来呢，液态金属电池很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能够把电站多发出来的电存起来，留到需要用的时候再放出来，相当于是起到了一个调节和控制作用。其实在它之前呢，我们也是另有选手的，像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这类跟它差别太大的咱就不谈了。锂电池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一种方案，从各个方面来看呢，都跟它极其类似。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说液态金属电池很有可能才是胜出者呢？有下面几个重要的原因啊。更便宜、更简单、更耐用。为了把它解释清楚，我就需要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电池的工作原理以及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大家做好准备啊，接下来的内容有点难度了。不管是液态金属电池还是锂电池，之所以能够充放电，是因为它里面发生的电化学反应是可逆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当电池接上负荷放电时，比如去点亮一盏小灯泡，金属阳离子从负极经过内部的电解质朝正极移动，而它失去的电子则经过外部导线朝正极移动，这样就在外部导线上形成电流了。来到电池正极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同本来就在这儿的金属化合物结合，生成新的金属化合物。当负极已经没有了多余的阳离子和电子之后呢，电池自然就处于缺电状态了。充电的过程正好是反过来的，当外部接入电流，之前在正极所生成的新的金属化合物开始分解，把原本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又吐了出来，两者又沿着原路返回到负极。当所有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都回归到原位后呢，充电也就完成了。好，知道这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液态金属电池和锂电池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了。液态金属电池，你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听出来啊，这种电池最明显的两个特征，金属和液态。电池的正极和负极都是金属，它们被封装在一个陶瓷容器当中。为什么要用陶瓷呢？因为这种电池工作时会被加热到大约500摄氏度左右。对了，正好可以把其中的金属电极融化成液体状态。当然其中还必须要加入另外一种也是熔融的金属盐作为电解质。最特别的是，这三者正极、电解质和负极的排列是自动完成的，由它们的密度说了算，就像是把油倒在水面上一样，自己就分层了。这里就产生了第一个比锂电池大得多的优势，因为锂电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像千层饼一样一层一层的把电极材料垒起来的，而液态金属电池呢，只需要你给它一个外壳，剩下的事儿就由它自己搞定了。最重的液态 T 合金沉在底部作为正极，比 T 轻一点的熔岩电解质浮在中间，最轻的液态钙合金飘在顶部作为负极，此时为充满电的状态。开始放电之后，负极钙合金分解成钙离子和电子，电子走外面去产生电流，钙离子则穿过熔岩电解质，两者都来到了正极跟 T 形成全新的 T 钙合金。当钙合金完全消耗完成之后呢，整个电池里面就只剩下两样东西了，熔岩电解质和 T 钙合金。当然电池的电也就完全用完了。充电时正好反过来， T 钙合金把钙离子和电子分解出来，两者沿着原路回到负极，钙合金于是又重新出现了，电池里面又变成三样东西了。据说这个灵感来自于金属加工中的电解精炼，既然把合金电解成金属单质需要用到大量的电，那么反过来把金属单质氧化成合金，不就可以吐出很多电子了吗？所以啊，在液态金属电池里面，本质上就是一种合金到另外一种合金的电化学反应，这个过程不管循环往复多少次呢，合金还是那个合金，其作为电极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破坏的。这里就体现出了相对于锂电池而言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锂电
坚持可不是合金到合金，而是石墨揣着锂离子的负极到含锂化合物的正极。锂离子在充放电时穿梭于正负极之间，相当于要不停地从石墨做成的口袋里面进进出出。哎，就像你每天都要从裤兜里面把手机掏出放回很多次一样，破个洞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啊，锂电池的电极是会受损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加，它的容量会逐渐下降的原因了。你看，就这两点就会造成锂电池跟液态金属电池比起来呢，生产成本更高，生命周期更短，运营支出更多的缺点。再加上液态金属电池本身的材料成本更低，环境耐受程度更高的优点，就进一步把优势给拉开了。好，有点枯燥的技术细节到此为止。这么一番介绍和比较下来，岂不意味着液态金属电池在电网储能方面能够直接将锂电池秒杀掉吗？哎，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很有希望，但依然要披荆斩棘。第一，它源自于 MIT 实验室，刚刚才开始商业化应用，谁都不能确定从理论到产品能否一帆风顺。第二，一样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在没有产生规模化效应前呢，成本往往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液态金属电池的早期价格优势是很难体现出来的。第三，由于技术锁定，绝大多数的客户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产品和服务的，所以为液态金属电池寻找第一个肯吃螃蟹的用户呢，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第四，这里面也还有一些技术需要攻克的，比方说密封，在普通环境下一个橡胶密封圈就能够搞定的事，到了液态金属电池的高温环境里面呢，就变得相当棘手了。好了，这就是关于液态金属电池的介绍。其实不光是风力电站和太阳能电站需要它，我们用一度发一度的传统电站也是需要它的。如果解决了电网储能的难题，人类社会真的是会从底层发生很大的改变哦。希望我能够早日目睹。哎，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